猜出来了，兄弟们 ，MM 抢夺，嘿嘿嘿嘿，有了这一把剑 ，EMC 值肯定就不是问题了。其他方块咱们不要了啊，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去拿去拜访末影龙。攻击力先看一下，伤害已经达到了5000多，比咱们之前的锋利6000，哎不对，是锋利12000高了很多，对不对？但这不是终点，终点是拿它去抢一些变色龙的染色体。现在我们直接把时间调好，然后找到最近的树林。我找一下啊，这住哦，咱这附近没啥树林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一下。我们可能要财富自由了，进入这片森林，打开 MC 自带的那个实体碰撞功能 F3 加 B。 兄弟们，我打不开那个功能，我的笔记本没有 F 键， F1 到 F12 全都没有，我绝望了。我突然发现为啥我这个笔记本没有 F 呀，这 MC 功能直接缺了一批。兄弟们，关于 F 键的功能我这个电脑全部都实现不了，看来我得拿肉眼去寻找变色龙了。然后顺便说一下，为什么从昨天以及今天的视频啊，还有未来几天的视频呢，我的声音是为什么，是因为我用笔记本在录视频，我这几天在我的好朋友家里啊，相当于是出差了，所以我这几天没有断更，但是更新是用笔记本更新的。虽然说配置能跟得上，但是它那个自带的麦克风是真的拉啊。有人说我在下水道里录视频，我必须要澄清一下，我没有在下水道里录视频，我只是用笔记本录视频而已，不要胡说八道了啊。之前厕所这会儿给我整到下水道了，你们够狠的呀。变色龙在哪儿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快走，哇，快跑快跑快跑，那个东西不能露出来，露出来的话我们这期视频就炸了。大家看看哪里有变色龙。哦，找到一只，虽然没有实体碰撞，哎，但是我还是到了，一刀下去我3080直接颤抖了。兄弟们，这个笔记本的3080是假的吧，打个变色龙都能颤抖一下，大家刚才有没有看见画面是不是抖了一下？对，就是抖了一下，我也看见了，所以大家先评后看，养成习惯啊，哪怕一个表情包也能威风，增加点播放量。这一只变色龙加了多少 EMC 值？200多个亿，不够，咱定个小目标，至少得2000个亿吧，2000个亿啊。变色龙在树林里比较多，然后它又在草地上，基本是绿色的，我们平着看是看的不太好看，飞起来看可能容易一些。这边还有没有变色龙？至少让我打个2-3只吧。对了，我没有尸体碰撞，咱把要求降低点。2000个亿太多了，我们1000个亿 EMC 值，这总该行吧。哎，云山林里边的好找，哎，云山林里的好找。哦，看来不卡，只是刚才没有这个物品，你看这一次就没有卡。400多个亿，这应该加起来有500亿了，够用够用。像这种变色龙再来个2-3只就够了，咱们最后再打2只。这又有一只，漂亮，真多。哎，这个肥，这个肥哦，这个估计卖完应该能到1000亿。先卖蜘蛛眼，然后800亿，1000个亿没有问题啊，咱背包里全部清完绝对上1000个亿了。好家伙，兄弟们财富自由了。不过这刚3只啊，咱们再打最后一只，你看这自己送上来的啊，咱们不打不合适，对不对？不打不合适，这白给的呀。1100亿，哎呀，都1100亿了，咱们再打一只吧，行吧，最后一只，咱们再打最后一只。你看刚说完这就有，哎，这就啥呀，天意啊。哇，这边的这么肥，那咱们再打一只，兄弟们再打一只啊，这太肥了，不打不合适啊，对不对？这一片的变色龙你看看，这又有一只，哎呀，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，真的最后一只啊。哇，太肥了，不行不行，咱们到2000亿吧，到2000亿，1800亿，现在是1900亿，距离2000亿还差最后一只，兄弟们还差最后一只，咱们再打最后一只啊，真的最后一只了，真的最后一只了，这周围应该还有一只在等我，你看就是它。我这周围的变色龙也太丰富了吧，我这么肥吗？我感觉这个卖完得有2300亿，你看2300亿，我猜的准准的，一点都不多，2370多个亿。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无尽幸运方块，也就是咱们这个里边最强的幸运方块。先回家，你看啊，我们的家是有墙的，哎，进门虽然没有房顶啊，但是有墙。做无尽幸运方块的话需要的材料就比较苛刻了，下界之星，还需要啥呀，钻石，还有工作台，而且得是强化版的工作台，咱普通的工作台还做不了，不过我们得拿点普通工作台。
要不然也做不出来。咱们得做压缩工作台，知道吗？压缩的工作台，然后再压缩。哎呦喂，把我的东西给扔掉地。